梗係中意啦。啊，中意啱啦，講俾佢俾你聽。我騙人就請出六號。敬意嚟咗啊！對，六號參賽者敬意上場。哇，呢個仲好啊！看到你我就完啦，嚇 ！Hello， 敬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好。你上次好愛喎。冇錯啦，正儀咧，其實係我哋咧今屆咧最年輕嘅參賽者，佢咁年輕，唔怕話你聽佢幾多歲，然後梗係人計啊，佢只係十五歲啊，係我哋十位參賽入邊咧年紀最細，我俾啲掌聲鼓勵下佢。咁正儀啊，我知道咧你最中意嘅歌手就係張惠妹啊，張惠妹嘅邊一首歌咧你係最中意嘅？張惠妹嘅記得聽海犀利，你記得係唱聽海啊嘛呢一 part 係咪咧？佢咧最中意嘅張惠妹歌就係聽海，不如咧你而家咧唱兩句俾大家聽啦。慢慢地準備一下，因為剛才都已經說了自己將會唱什麼歌了，就是好在他記得，就是記得了，給你掌聲。